Hello， 大家好，我是等尿严嘉乐，我是 Lawrence 邱建新，欢迎收看由 Asia Fan 冠名播出的《选 Lawrence 和 Beauty 等尿》的合集节目啦。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Asia Fan 的大力赞助哦。其实我们今天来到 City Hope 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相信大家都有看过我们的节目啦。对，其实 Chef Lawrence 跟乐贝素群呢，早已经在这里到访过非常多次，吃过这里美食了。没错，而且我们也收到非常多的观众朋友说，这里的食物真的是一级棒的，真的很开心大家会喜欢我们的推荐啦。哎，那今天其实我们特别的在邀请了两位重量级嘉宾来到现场品鉴美食哦。没错，一位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电影艺人，一位就是我们明星主厨 VIP 主厨哦。是不是很好奇他们是谁呢？那待会一起见真章啦。丹丹，上菜啦！吃火锅。超棒的，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们两位的特别嘉宾哦。没错，一位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电影艺人赖宏恩。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赖宏恩。还有我们的 Chef Sing 明楚楚，欢迎我们来到 City Hot Pot。天哪，哎，你们有没有很期待看到面前的所有美食？有，其实我连早餐都没吃，就是为了吃这个餐。哇，这么夸张，那我们真的不要再虐待他们了，赶紧开动吧！开动喽！哎，在马来西亚，你有吃过类似这样子的火锅？你觉得City Hope的火锅好吃吗？非常好吃。首先，它有太多太多的选择。一开始我很纠结，我要选哪个，然后最后就说，哎，原来有一个鸳鸯火锅，就选了这个肉骨茶汤跟这个牛奶鱼汤。哎，那你喝了肉骨茶汤，你觉得怎样？对，我就想讲这个肉骨茶汤真的让我有焕然一新的感觉，没有尝试过这种味道。所以是完全在吃这个之前是完全没有尝试过新加坡的肉骨茶。对，原来新加坡的肉骨茶和马来西亚肉骨茶是有分别的。对，那个味道比较淡。对，然后没有这样做，它比较多胡椒香。对，所以就跟马来西亚是药材是有分别的，很大的分别。那牛奶鱼汤呢？哦，这个是我目前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个牛奶鱼汤啊，你心中的 top one。对，很鲜甜的感觉。对，配合鱼肉的话是 choice。那 Chef Sing， 其实你在新加坡应该已经吃过了大大小小的火锅了吧？对，在新加坡吃火锅很普遍。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新加坡人蛮爱吃火锅的。对，今天很荣幸啊，你们带我来吃这一餐蛮丰富的。那你觉得怎么样呢？如果100分来讲的话，它可以拿到90多分哦。哇，所以就是有 A 加哎，超棒的。其实那今天我们 Chef Sing 是点的是什么汤？是药材鸡汤，跟一个是番茄美人汤，对吗？药材鸡汤，我觉得它的药材料理得很好。对。所以每一口喝下去的时候很清香，当归药材所配搭的那个味道都显示了出来。对。然后它的番茄汤也特别，就是说它是用新鲜的番茄继续熬，熬出来了呢，我们可以吃到番茄的点香味，蛮不错的，酸酸甜甜，蛮开胃的，所以两样配搭在一起，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美食。因为我觉得这里很好的是，它都是用很新鲜的食材下去烹煮的，是刚刚，所以就不会很像番茄汤，就只有一些番茄酱，有些地方是会用番茄酱来做的吗？对，他们只是用番茄膏来煮那个番茄汤，它的是用新鲜番茄搅拌过后再打进去煮，然后那个汤我觉得蛮不错的。所以其实真的就是新鲜，就会给顾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用餐的体验。是，它的食材全部我感觉都蛮新鲜的，尤其是这个鱼啊虾啊这一类，刚刚我在煮餐的时候都不错。哇哦！刚才我还趁你们不注意的时候，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点了两个口味的鸳鸯嘛。对。所以我都偷偷喝了你们的汤。其实还不错。哦，这个牛奶鱼汤也非常棒，我本身也很喜欢。其实，那你刚刚有没有试到我的大虾汤？我的大虾汤超浓郁的。对，所以我看它的颜色，你看那个颜色特别的熬得出它的那个浓度，跟它的虾头在煎炒的时候炒得很够干，然后再放下去熬这个汤，它才会散发它的那个浓缩的虾汤，所以是一个很好的、不错的这个配搭。对，哇，你看我们 Chef Sing 也给出了这么高的评价，所以你们一定要来试试看喽。好吃的食物当然要配好喝的饮料啦。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地为我们准备了 Asia Fun 旗下的新饮料 Bubble Tea， 而且里面含有那个 Lemon 的口味哦。其实吃我们这火锅最适合就喝茶，然后可以降解你的油腻的感觉。我们的来宾已经迫不及待的马上先尝一口了，来马上喝看看，怎么样呢？感觉如何？清甜，而且里面有 berry 的味道，对，小朋友会很喜欢，因为它里面有一点Rubina 的味道，对吗？所以不是你觉得呢？一般上吃火锅，人家都喜欢配啤酒哦，配汽水。今天你们帮我们准备这个很特别的饮料，有一点像黑加仑组织，味道蛮不错的，很特别。所以我们吃火锅也是非常健康，也搭配真的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Bubble Tea赞助我们这个，太棒了，可以让我们大家四个一起相聚欢，哇，真的太好了，刚好配合过年嘛，大红大紫。对，真的一起大红大紫，干杯！大红大紫。